从来都没有想说过要直接跨到直接唱个流行歌的歌手。我有啊，我有、啊，我有，我还会跳肚皮舞嘞。好，现在我要跟你拼了，拼什么？真的，我不落人吼，我们来秀一下肚皮舞。哎呦，你会肚皮舞？谁说肚子大的就不能肚皮舞？没有，肚子大可以跳肚皮舞，没错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会跳肚皮舞，肚皮舞不好练呢。好，来音乐请下来。哎呦，来喽。哦耶，哎，哎呦。哎呦停！见好就收。要修嘞！你刚刚有一点撕裂伤。你刚刚这样也敢拿出来？吓死我了！特意做一段。我想讲，我这些人叫我带路，我温度出出来。对啊，哎，假胸部。你是敢抓腰出出来？人即马徛官大围，阁有法度安尼下腰下到迄个程度呢？其实肚皮舞它有几个，它因为要点，它有几个要点，就是正舌反舌，那是很难练，那是基础，最一开始就是。那基础是什么？这样子，正舌。正手是胸往上提，哎呦，然后反舌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哦，然后还有那个虚弥，虚弥就是全身，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动的。如果我今天穿的是那种不灵不灵不灵，等一下我跳下去就有了，这样子的，它就会动。然后还有这样，上八，下八。上巴，上巴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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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好像娘婆婆。上巴下巴，你应该也会嘛？你看我的脸，上巴，下巴，下巴。喂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最难的，可是我怕我等一下甩了，我头发会变丑。哎，但是我可以教你。哎，好 ，One Two Three Go。哦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来来来来。哦哦，秀琴 in the house。啊，咱即马浪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。然后还有一招，好像醒狮团哦。比较适合，来，你跟着我做。秀琴这个比较海嘛。比较海。哦。不是，我是 F F。对 F， 那我是D 嘛，这样。D。哎，我们干嘛把这些都讲出来嘞？好嘞，然后呢？有啊有啊，哎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右边那个怪怪的，胸部还可以打圈圈呢。右边那一位阿尚看起来有血栓的现象。阿尚啊，会以外牵哦。你有必要挤双下巴去做这些动作吗？为什么你做这些动作会挤双下巴？因为下双下巴也要运动啊，还有更简单的。可以来肩膀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这样好像在复健哦，好厉害哦。秀琴姐，你不要再斗鸡眼了。她能动的全部都动了。哦。哎，拍摄吼，咱今日这间庙迄个火车面顶的这个红啊，看起来有较怪啦。为什么跳这个要斗鸡眼呢？好了。真的不怕我回不来，就永远这样。哎，我没关系，你从此你跟我每个礼拜一就去练舞，就会。